定杯的一个劝这种话他说这么要不懂的这么懂的一把功夫那小杨的话你们来捧一杯小杨的话我的照你我去上摩托油那边瞄弄好那摩托车在那边就哎你看这是不是吃的到干净不干净跳不中喝着身体跳咋不中拽都腿拽了那肯定能腿拽他一直在那你看那树里腿拽都不带一种那那死命一样的腿拽那个裤上那他头进来一点肯定是腿拽中了人那点点不会掉了点点行你不看趁机那十万